家好，我是大宝。大魔镜呢，它不只是一面三面镜而已，它呢用了绒布背贴，所以说可以直接当排垫来使用。然后呢，它用 A4 大小设计，重量只有200多公克，所以说非常好携带。安全的亚克力镜面，它可以稍微的凹折，而且可以摔，不怕拉破，非常的安全。所以说这真的是对我们近距离魔术师呢非常有帮助。谢谢。